鳄鱼打这武器大师还是蛮好打的，扣一下走，他晕我们，让他晕，点吃药，A 一下红路一个扣，不害怕，哎，跟他一级这么换血，我们是赚的，就怕武器大师一完跑了。别急啊，这波人群之中放个 Q 回回血。二级咱学个 W，让他反应不过来啊！如果他现在敢上来一小步，那么他直接就死。这个兵别让他吃，哎呀，他生了，我操！生了应该也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确实就差生了那点血，你看着吗？确实就差生了那点血。别急，哎，这边让他跳好，上当了，回家了。呀哈哈哈哈哈！他传送到右边来，我们直接一手十字镐。强攻就杀了呀，是啊，但是强攻没有那种团战无敌的效果，我必须得给你带来一把无敌的鳄鱼。这皇子玩的人也挺多的，这怎么的？这皇子还要让人头啊 ？Q 一下，一过来一回去走。Q 一下，晕住，收兵。呀，这边兵收的有点瑕疵啊，我们就慢慢跟着武器耗。打着武器大师就耗，他如果一我们就一走，一走然后再回来，如果他不跟我们打让我们攒怒气，那他就是慢性死亡。直接 W 就住 ，A 接 Q，A 接一走，一回来，耗了一波血啊 ，Q 一下走，马上死啊，马上半管怒气，但是这波杀不掉他，知道吧？得先等 Q， 否则杀不掉，生了。来吃个药，这小兵好像有点猛，哎，我不怕，我就是要收这个炮车。回家了，皇子刚才刚来，差了一点，先来个铁刺鞭啊，鞭出完我们来一个铁板骸，这样我们就无敌了，两个人来可能都打不过我们。看看他是不是在这打石头人呢，这边假装打不过他们俩啊，有点装备走位，假装有点装备 ，Q 一下，他不敢抓我是没想到的。
先看看打下耗一波血，耗失败了没关系，我们有容错率，容错率就是我们的 E。 好，这波打下可以尝试一波击杀啊，运作开大招 A 接 Q 平 A 再 A， 假装打不过，这黄子想跟我秀，一走回血 W 运住，我都没想到他一扣能个一扣到这个位置。小驴人追不上我们二速铁板，还跑了走。我还给发条开了个视野，不错。我也没想到是余震黄子，这黄子是出右的，把红拿了吧，稻草人拿红没用。哎，真的，刚才这黄子一扣往右一扣，我没想到，我以为他能往左一扣，我正好移到右边，没想到他预判了我的预判，我真是有点惊了。抠一下，我把我的摄像头挪到右下角。把兵清了吧，我们现在塔下耗这个武器大师都能耗，没关系。注意红怒抠别用来抠兵，用来抠他。这边塔下注意耗血，让他开 E， 但他死了。W 接 R， 两段穿，把他穿死。铁刺鞭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但是我们家队友并不是很顺，好像，哦，好像还可以。哎呀，黄子有点猛啊！铁刺鞭，运度，哎呦，这个一开的。下回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武器大师每回跳上来必开 E， 所以下回我们吃一堑长一智，先 AQ 他。这边他以为我要杀他，其实我不杀他。没事，我们 A 他，但是塔没打我们。A W 晕住 ，A 铁这边红怒 Q。这边他以为我不杀他，但我其实是要杀他。我让他少吃点冰。这人有传送 ，Q 一下，铁刺鞭，这波狼了，闪现走，奶妈好大，让黄子 ，A 漂亮，远古恐惧，我们先吃口屎，插个眼儿，一上来晕住黄子 ，A 铁刺鞭接 Q 平 A， 再 A 这黄子啊，不杀那个武器大师。那武器大师不值钱，先 Q 一下。这黄子慌了，开大招晕住，穿一下平 A， 铁刺鞭被我烫死，我死不了。红怒 Q， What the fuck？
来个咳血战斧，出个死亡之舞。A 塔 A 不掉，那防御塔89地血得 A 三下呢，他旁边没小兵，你们信不信？这现在这个防御塔至少 A 三下才能爆，你们肯定不信。一会儿我给你们去 A 一下，你看我 A 一下塔多少地血。两下都 A 不掉。这我是出了装备的啊，刚才我没有的时候多少攻击力，我们得减半吧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得减半吧，我先E上来啊。你看我现在 A 一下多少滴血？26，我现在200攻击力 A 一下26，他一共80滴血，我刚才还没有那个这些装备，你知道我 A 一下得多少血？10滴血可能就。我刚才还没装备。哎，这一下再 A。刚才有兵，有个屁，哪有兵啊？没有人管我，可拆二塔了啊！别管，我们鳄鱼就是要单带。等一会儿我们无敌的时候，对面发现不对了，那么已经晚了。现在他们还没发现不对劲呢，马上我们就无敌了。现在我已经死亡之舞了，下一件血手出来以后，直接我们就无敌。先去中路看看能不能杀个小驴人啊！帮助一下发条，缓解一下压力。直接穿出来一个 Q， 这个墙能穿出来。哎，可以啊！来，大招开起来，先追，给我框外头去了。假装杀皇子，起死不言，二段穿，恐惧。那晕皇子吧，这没办法。Q 技能，和谐战斧，拆中塔吧。还有闪现的就算了，让他一 Q， 他不敢一 Q， 没事。有武器我们一打三费劲，不能打。回家这波，奶妈快走，跟我走，奶妈。奶妈，我保你，没关系，我的奶。我跟你一起承担，好吧？哎，我看他还敢不敢尿你。两段 EW 柱和血战斧。小绿人要让我吃鱼儿，你不知道我是水系生物吗？啊！我就专吃你的小鱼儿，你这个小鱼儿。哎，等一下，小绿人啊 ，A 接 Q， 一过来，跳弹 A 到。小伙子跑了，回家了。下一件蟹手一出，我们直接就起飞，无敌了。现在差一件振奋，振奋九头蛇加蟹手。这谁的皇冠？谢谢，刚才谁的皇冠？非常感谢。黑切吧，不要黑切。现在那鱼啊，就是回血，回血，再回血。如果你觉得对面 AP 比较多，打你比较痛，你这死亡之舞可以不要。你可以把死亡之舞给它换成黑切。
哎，这黄子怎么在打这个？开大可以，恐惧。我们先把这个峡谷打了啊！一过来晕住 ，A Q A 一过来平 A 开大招，闪现过来平 A 就进人群烫。一过来小绿人没闪现，上一波。我抓Q，我没掉血，啥玩意？ 扛塔了，扛塔了，扛塔了！穆萨被德莱文抢了，这波不太好打，保护一下队友啊！ 保护一下，别着急，谁上来咱就打谁。一过来 Q 一下，再一平 A， 我们回去保队友的。哎，好一奶妈，咳血战斧，杀黄子，一过来跟他一起走，再穿死。哎呦，我这波早上起的，我们跳弹跳过来威慑一下，接回家。 感觉得先出九头蛇能好一点，这儿有捡吸地，还有吸血，再打个蛤蟆。 我全都要，再收波兵吧，走回家。我们先来九头蛇。 我们已经可以一打五了。如果不想让对面控，可以把鞋换了。但其实也没啥控制，对面还好吧？没啥控制。打个红吧。这个出完。 我们现在是75%的技能级数，冷却缩减40%。我们再出一件装备，那个卸手的话是加5%吧，加5%，加5%就是80，80再出一件就是85，那就是将近50%的冷却缩减。这波先过来，一过来晕住，咳血战斧，直接顶着往上 Q。 这女枪已经没有什么用了，打我们不怎么掉血，把球给他拉开啊，让球回到发条身上，这样他打虚区会方便一点。开塔吧，考验走位的时刻来了啊！走位，快救一救德莱文。 哎呀，勾引一下，勾引一下 ，A Q， 开大招晕小驴人，快快快回来救一下队友。A Q， 咳血战斧，往上冲，套虚弱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，不打了，在这个位置卡视野啊，黄子敢过来就晕他，然后跑。 奶妈来了，这波别怕啊！这波他们杀奶妈，我们杀对面 AD， 先一过来 ，Q 一下，再一 W 咳血战斧，哎呀，这咳血战斧没咳着人，奶妈没死啊，奶妈。
你们觉得这武器大师能不能死？他一速海，我二速海，我两段穿，和谐战斧，真垃圾！我抠死你！范围也太小了。一打五应该可以，为了防止我们一打五失败，我来个小秒表。拖一手技能吸地，兄弟们，我给大家秀一个，你们大龙，我去一 v 五了，接过来晕住扣一下，开大招闪现 AQ， 假装打不过平 A 红怒 W A， 可血战斧接个 Q， 一过来再一过来，他们往塔下跑，那这没办法，一走 W 住可血战斧 A 接 Q， 女枪打我有点疼，我先走一走，来双段 E 晕住 A 接 Q 平 A 可血战斧，呀哈哈，接走晕住破盾可血战斧，一过来晕住可血战斧 A 接 Q，右边小驴人把谁杀了，能不能先把塔拔了再来秀，啊哈哈哈哈哈哈，鳄鱼这个歌也挺好听的，你们觉得呢？